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翻嚟阿 Ann 与阿 Lam 呢个频道。我哋今日继续介绍李峰嘅演艺人生。咁2011年，李峰曾经参演过嘅电视剧有《如约在花见》做千代子，《怒火街头》做阎婆婆。而喺2012年，有《玩乐无穷》嘅 Rosa，《Fall in Love》方翠玉。Encore 36小時的司徒山，飛虎的張婆。至於2013年呢，就有女警愛作戰的七姑了。在2015年至2016年就做愛回家的林靜敏，而2016年就有 EU 超時代超時任務做姚麗婷。至於2017年至2019年呢，就是愛回家的開心速遞啦，裏面她是做花婆婆，在第27集的孟婆呢，就是在第606和607集。去到2017年有踩過界的阿體，唐心風暴三做曾太婆。2018年呢，就有三個女人一個恩的鬥舞，動人的時光做面店老闆，BB 來了做妙奶奶，再創世紀做李佳蓉。至於2019年呢，就有婚姻合夥人的三婆，機動部隊的清潔工人，好日子的何淑秋啦，他他他的少女時代阿黃大銀。而2020年呢，就有《黃金有罪》的錢又睇，《那些我愛過的人》的 Miss Wong，《仕途行者三》的風姐。而她在香港電視網絡拍的電視劇計有2015年《導火新聞線》是做何麗雲，同年還有《大眾情聖》飾李太，《歲月流程》做根嫂，惡毒老人同盟是做朱國春。而在4年 B 班裏面就是飾演風姐了。至於在亞洲電視所拍的電視劇就有2002年槍桿夫妻飾演龍體，花田喜事飾演周太君，而2003年呢，就萬家燈火做朱壽玉的。在 Will TV 他拍的電視劇就有2003年的《冰上火花》。至於電影方面，他都拍過很多部電影的，包括1978年《射雕英雄》《英雄傳》的續集，而1989年呢，就是《我未成年》裡面飾演簡姑娘，1994年《伴我同行》撞板風流，而1995年呢，就有海根《那有一天不想你》裏面飾演石頭魚，1996年《飛虎》電影故事《人世鬼大》等。至於1997年呢，佢就出演過猛鬼通宵陪住你、南海十三郎、麻雀飛龍、求戀期、完全結婚手冊和天才與白痴。於1998年就有超時空要愛、超級整蠱霸王等。至於1999年呢，就是1959某日某。2000年就有小親親，而2001年就有幽靈人間、靚女差館、別戀、同居密友、愛情觀自在等等。到2002年呢，就有九個女仔一隻鬼、一碌蔗、這個夏天有異性、枕邊空靈、我老婆不夠清飾演十三媽、乾柴烈火做恩者、戰爭先生啦，還有同埋我左眼見到鬼。至於2003年呢，
就有飛虎雄獅之再戰江湖。我的婆婆黃飛鴻，飛虎雄獅之復仇，飛虎雄獅之點子冰冰，飛虎雄獅之邊緣人，還有絕種好男人百分百感覺2003年，百年好合，少年刀手，飛虎雄獅之救世者，苗佳公主飾演 Wilford 的母親，飛虎雄獅的劫金風暴，西貢童話等等。於2004年呢，她有《新嬌玉貴》裏面飾演黃興貴媽媽，《精裝追女仔》2004麥斗先生和《我的大舊父母》。至於2005年就有《非常青春期》飾演雷大姐 B420 做文武，雀姓呢就做六嬸。去到2007年就有《七琴七縱七色狼》飾演甜甜姐。至於2009年呢，就《竊聽風雲》裏面飾演炒股的婦人。2012年就出演過2012《我愛香港》，喜上加喜飾演華嫂啦，高舉愛飾演勇武。至於2016年就做《導火新聞線》裏面的何麗雲。而2020年呢，就有阿索的故事飾演長嫂啦。至於2021年呢，就有知風暴佢做律師。而參演個單元劇包括香港電台的劉金仲之寫生飾演李愛玲，黃金歲月的375日別離飾演譚善英，正義搜查線飾演貴達證券行的客戶，第一集出演。至於舞台劇，他曾經參演過《南海十三郎》飾演三姨太，《上海之夜》飾演舞女，《熙春酒店》是飾演白愛心，《人間有情》是飾演老舉，《芳華絕代》裏面之昙花一現，《昙花戀》，《劍雪浮生》是飾演鄧碧雲，而《好姐賣粉果》佢係做阿好，還有就是《小井胡同》啦。好，今日李峰的演藝人生已經分享同大家分享完啦，請大家點讚、留言、分享同埋記得訂閱啦。